我的野蛮女友导演郭在荣执导的新片《原来大饭店》即将在岁末年冬上映，找来韩志敏、李栋旭、李光洙、润娥、江河娜等多名演员，一字排开阵容十分华丽。李栋旭暌违六年重返大荧幕，在记者会上透露觉得非演不可，就算降价也想参演作品。片中饰演饭店老板年轻又多金，影后韩志敏诠释饭店经理，江河娜则是考不上公务员的房客，与润娥饰演的饭店客服透过电话展开独特的缘分。不久前入伍的徐康俊饰演一戏爆红的歌手李康，李光洙则饰演他的经纪人，有着贺岁氛围的浪漫爱情小品不禁让人想进戏院沉醉其中。